欢迎收看本期猪猪妹说电影，我是热情自信、美丽又高产的小猪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女大学生网上冲浪搞死闺蜜的恐怖故事。影片开始，一个文静甜美的女大学生小纯边拒绝闺蜜小爱的联谊邀请，边打开电脑准备冲浪。刚放下电话，电脑那边就有视频过来。小纯接起视频，是一个一言不发、像木头的猥琐男。小纯虽然感到奇怪，但还是很礼貌地打了招呼做了自我介绍，可猥琐男却莫名其妙地挂掉了，小纯很是郁闷。第二天，闺蜜小爱在公交车上向小纯吐槽着昨晚的奇葩 AA 制联谊，说都是些抠抠男，很是恶心。正巧闺蜜接到了抠抠男的电话，却一秒变成娇媚御姐音，小纯也就呵呵了。晚上回到家后，小纯又接到了猥琐男的视频，他依旧一言不发地看着小纯。小纯不知道怎么的，就给他说起了他对闺蜜的不满。真是虚伪，怎么不去领盒饭呢？猥琐男听完又挂了，小纯一脸懵逼。到了第二天，小纯照旧接到了视频，可这次木头竟然说话了，让小纯很是惊喜。两人很快地聊了起来。猥琐男告诉小纯，他今天去了大学，可他既不是学生，也不是老师，他去大学干啥呢？猥琐男说了两个字，礼物，想必是要送礼物给小纯吧。可就在猥琐男起身后，全片最佳来了。透过摄像头，小纯看到闺蜜小爱已经将死在猥琐男家的角落里，吓得小纯赶紧打电话报警。可猥琐男在那边说，我的礼物你不看了吗？是你想让他死的呀。接着把门打开，去按了邻居家的门铃，小纯的门铃却响了。全片结束。看完这片，助助我一身的鸡皮疙瘩。本猪猪可是网上冲浪的忠实爱好者呀，如果是你，你会和陌生男人视频并且闲聊吗？看完记得点关注，猪猪妹在评论区等你哟。